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等一下，我要去上海参加一个欧缇丽的活动。现在呢，我赶紧化妆，我们一会儿见。今天天气好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火车上面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小助理。现在是一个晚妆的状态，就很简单，一个大红唇。我们放到了一个很远的位置，要走过去。今天很贵妇，这个皮草就很贵妇。啊、哦，好可爱！好冷哦，我要抖住了。看一下此刻的星星，这是47吗？好多院士哎，好厉害哦！这小男腿我跟不上你了。你好，我们是智多星。对，他卖的好早呀。啊，这个好，来再来。好，可以了。整个皮肤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充盈嘛、嗯、然后到31岁会暗一点，然后到慢慢的到61岁就不怎么发光了、啊、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你用了他的产品可以一直维持着这种发光的状态。 Bling bling。来看一下小助理，我们现在到外面来，就是里面有点闷，然后就到外面来呼吸一下。现在4:24，好，那所以请大家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会场中央。准备去逛一下我经常去的一家古着店，就是这里。这我都没怎么见过这个包型，跟你这身很搭哦。我不喜欢这个。它这一整间房间呢，全都是香奈儿的包。这也还好，这里可能就是几百万吧，几百万，有几十万一个。原来他们已经是下班时间了。这个小包包是398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发钱了，你说要不要买？买吧，大家告诉他好不好看，不要让他后悔。就是来上海这一趟收获满满哎，有钱就真的会让你为所欲为。开心的来，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赵薇要跳下来的地方，南浦大桥。像不像那种就是酒一瓶酒？哎，哇哦，那个小的是啥呀？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精华和面霜，这是 U 盘，有人想要吗？哇哦，看这个包，给个特写，这个包它值得。看这上面，它
的粉底在这里，它上面它的纹路做的就有点像竹节的那种感觉，容量确实不是很大啊，就正常的小容量。今天是这样结束的，他要跟我抢牌，抗输开查。OK， 拜拜。